学生时代催人还作业。小东，这午休场面够了吧？这事儿我等会儿作业该还了吧？啥事啊？这么隆重？你家狗下来了？装糊涂，我是专业，我气死。这不有好东西就要分享啊，没有狗的事。昨天跟你学习都没这么认真过，咋说出口呢？哎呀，有事你就说，有人欠作业不还吗？怂个毛蛋呢，他还欠我三本作业，抓他，你说是不是？这个，我好歹是班长，没法直接说呀。我觉得肯定不是作业的事，全校谁不知道艾佳帮别人写作业，从来没要过。哇，两万多人欠他作业，凭啥欠他我呀？就那些傻蛋，知道艾佳脸小全找他。小东，你说这帮人是不是不要脸？你说你是不是不要脸？应该都有，难言之隐。就像我这个笔没油了啥的，但是不过艾佳呀，确实是一个好班长。我道德绑架，我考虑到我有理，怎么的？这老三说说呀。是，可是谁来帮我呀？他妈的，你这脸是铝合金的，没事，艾佳，有啥困难说啊？你私我辅，走起走起，不怕大家笑话。他这个作业借的，比我的学费三成，我最后的钱都给你们买零食了。这一招，男孩自带的卖假天赋，看你咋地。你跟我们说呀，我今晚帮你写作业。东哥，你呢？中路开团，一波带走。这老三说话呢？又换新耳机？你这成绩真是装备更新了。便宜啊！抖音又卖了年火，抖音上台。百亿补贴，三 C 数码屏保 ，iPhone 省钱，手机有补贴 ，AirPods 带钱全网低价，给你一倍。是挺好，我这笔还能再写几本作业。他妈的四打六吗？拿着。我呀，也就这一个笔呢。不过这个笔啊，是我奶出国之前留给我的，这是传承，敢不敢拿吧？谢谢啊。哎，但是一给你吧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。啥都敢拿？你脸上厕所收走了吗？你又不用，笔写出来才有价值。这利息都不够，还想要？想屁！主要我也还是好多作业没有写，后面的作业能不能帮我分担？不还是吧？你不还我就卧倒，我讹死你！啊，还有好多作业，那我帮写那五本作业没帮上你啊？我是啊，我不爱帮你写三本吗？这个嘛，好，不讲。别这个那个的了，拿这个小棍写，写不出来在地上蹭一蹭，再写不出来就在脸上蹭一蹭，开心。